好，推友们好，今天我有幸请到了两位喜欢登山的朋友，一位呢是志勇，志勇先生，另外一位叫三林，同时呢，我们也他还有一个称呼叫十四千尺，他们两人呢是喜欢在我们这儿呢登山，就以登山著名，我呢是非常的仰慕他们的勇气。还有他们的故事呢，我也非常喜欢听，所以今天请他们来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登山的故事。在他们分享故事之前呢，我想请Sunny呢先介绍一下，这个十四千尺是怎么来的，还有我们这地方的这个山脉是怎么回事儿。我们是在科罗拉多州，是吧？是的。好，Sunny，请你介绍一下。科罗拉州你要问的话，一般来说对爬山有兴趣的都会知道，这里有十四千尺是最出名的，是因为它有58座海拔14000英尺以上的高峰，世界上大概就是北美洲大概有100多座，这里就占了大半，所以呢，大部分登山的人都喜欢到这里来爬十四千尺，所以以此为出名吧。我起的名字也就是也实际上就是网名，起这个名字也是因为仰慕这些山，所以取了这个比较霸道的名字，确实比较中外，确实比较中外。这个山峦是那个落基山山峦，落基山，横贯美国，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对，加拿大。好，现在这样，我们下来请志勇先生给咱们讲一下，就是在登山的时候一般需要哪些设备，还有你的这些装备怎么样去装备好自己，为了安全也为了达到你的目的，是吧？那请你讲一下，这后边的都是志勇的一切，就登山的了，反正就是在户外山上运动的这些设备，请你给大家基本上讲。其实我们登山的话，夏天就是要手杖，然后再有一些登山鞋，那么冬天的话，科罗拉多有些山分几级，如果有三级以上的山就必须戴头盔，因为有可能落石，还有可能摔哪去，你撞哪去，登的时候可能头盔撞石头。然后登山的包嘛，通常来说，夏天的话我会用这种包的话不算太大，也不需要扛太多东西，然后它本身也不需要什么冰斧之类的。到冬天的话，我通常会用能够扛比较多东西的东西，比如说可以用冰斧，要套上冰斧，要套上对，这边还有个熊铃，有时候科拉多夏天的话会有熊，那么担心被它咬了嘛，所以你就扛两个。然后其他的还有一些冰斧在这里，要拿过来。这是那种，因为在山上的话，你必须靠这个，有时候去稳住，然后往上爬的时候，这边这双是我的那个叫什么？对，就是英文叫 crampon， 中文叫什么？我说就冰爪，冰爪。对，这是那是冰爪。你给他们看一下，他们没见过。其实也比较脏。不是没见过，应该说这话。没事，这个是我上次用完了，还没洗呢。这个冰爪是套在鞋上，套在鞋上，对，它那鞋的鞋底是非常硬的，然后它靠这个齿就扎在冰上，然后我靠来稳住你的，就抓住那个山地那个地，抓住那个就是你不会掉，是冰不会打滑，不是在石头上，主要是冰咬住冰。这个就是。基本上我这个就是山斧，这就是对这个冰斧是我们爬山人，这个冰斧是最重要的，我们都叫救命斧。救命斧就是不管在任何时候滑落或什么，都靠这个扎到雪里，然后把自己可以拉住。对，它还可以用来你往下山的时候，可以用来控制你的那个速度，就靠这个滑的冰，就叫做制动器。可以，就你可以往下滑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来控制一下速度，可以一屁股坐下去。是这样的。对，一屁股就是一直滑下去。我看你好像做了一个示范那照片，是不是有一个说往下滑？对，实际上就是我们大部分人就是很多人上山以后，
有两种娱乐，一种是像志勇经常背着那个去敲上去滑下来，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找比较平缓的坡，就是坐着屁股就是一口气一哈一哈就滑下去，非常那是非常，对，我看那个很，那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对，很过瘾，英文叫做 gliding 嘛。第二，好，那咱们这样过来以后，一般的就这个志勇，我想问一下，这个就是小的这个志勇，这是设备是这个，这个是，这个就是一般夏天冬天都可以用。那么你登山杖，把它延伸出来就行了。对，它这样它可以伸缩，就比较好背一些。你可以扛在身上，就不用的时候，有时候山体比较陡嘛，你就不能拿这个用嘛，你就把它给收起来，放在背包上。然后就这样上去。所以你这些所有这些包都是？不一定，这些都不是，这些是出去旅行的。出去旅行。一般我们登山的包里面都有那个internal frame，就是说里面有一比较硬的，比较硬的那个一块板子，这样呢可以把重量移到自己的腰上，而不是压在自己肩膀上。它这个就对，就会把重量放在你的。这腰上，对，所以它比较厚。然后内部它有一个比较硬的板，往往都是金属的，这样它把重量可以均匀的把它转移到腰上，而不是在你的背上。应该这个地方是，对，这个地方，对，一块。就这个。那这是软的背，对，这旁边有两个硬的板，你摸得出来，有两个硬的板。摸着了 ，OK。对，是这样。就有点像那个拱桥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他把重量把它转移到边上去。好，那这样吧，咱们就请你们两人给咱们分享一下令人激动的故事，还有这个你们中间的这个感受，好吧？那。你先坐上去，志勇，你先坐上去。然后呢，这个谁，十四千尺。等一下，我不行了。没有关系。那这样，我先问这个十四千尺啊，十四千尺呢，就是三岭，它呢是我们这地方应该说在咱们华人圈里应该说是最早，是吧？最去。我在这住了20年。住了20年。啊，就是你是最早喜欢自己去登山的，是不是？我到这的原因就是冲山来的，就冲山。实际上志勇也是，我是到这边，我以前在纽约州工作，然后到这边有一个项目，到这边 interview， 然后实际上在 Colorado Spring， 我就看到 Pikes Peak， 夏天来的，在山顶上还是一片雪，看着特别漂亮，我马上就爱上这个地方，所以20年前我就搬过来，就是为了登山，那也不完全是，就是因为我喜欢山野，我喜欢户外，当时并没有考虑这个登山的问题，然后住的久了嘛，那当户外活动免不了的就是经常跑，刚开始主要是带我的太太一起跑，慢慢就是爬多了以后呢，就觉得不够刺激，所以我就开始看这个更高、更险的山，所以就开始了十四千尺，就是跑，刚开始我就一个人跑，爬的过程是一个很孤独的过程，所以我一直在找一个伙伴，能够信得住的，然后两个人互相帮忙的，因为很多这种山吧很辛苦，也很艰难，有时候也真的需要两个人以上的力量才能够征服，所以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我是非常有幸，踢足球的时候认识我这位兄弟。两个人真是不谋而合，所以大概应该四五年前对，我们就一起开始一起爬山，爬了一座山，不是啊，像一起刚开始爬就 一口气爬了两座山，从这两个山的经历以后，我就很快就知道了对方的能力，所以真是非常默契，不谋而合，所以后来我跟他在一起爬了十几座，一起他的估计现在可能要从20了吧，可能将近20了，对，将近20。那能不能给咱们讲一下，就是在你们两人爬山过程中啊，就是最让你难忘的一次经历吧？因为咱们时间有限啊，也只能讲一个故事。我知道你的故事很多。讲 Crystal Needle，OK，Crystal Needle 呢是在。
在这个科州的南部，一片山里面，那个山脉，那个山脉就叫做基督血脉，石头是因为它以岩石发红，像雪一样的颜色色彩而出名，所以那一带的山也很漂亮，但也很险，我们两个是去爬Crystal Needle， 算是比较险的之一吧。Top Ten， 对 Top Ten， 对。它这个我插一句，是不是这个科罗拉多的山它分呢？有这个就是在你爬的时候它分有 Easy 的 Hard， 是不是有这种艰难的？一般有五级。五级是吧？就是一级呢，就是非常平缓，老少咸宜的。二级呢也属于就是跟滑雪道里面像比如说 Green 一样，就是说一般的人都能够，就是只要身体不错的都能够爬上去的。需要手，对，二级是一定你用了手，开始有一点，三级基本上你就是有些乱石，你要征服，就是完全就是很多是没有路的，你要用手爬，我们叫做 scrambling， 还有个 exposure 开始变大，对，然后开始就是说 exposure， 就是说你开始就旁边就是你能旁边吧，你看得到，悬崖，离悬崖越来越近，越陡，像这种情况，那么就一般就三级。四级呢，就是说，是比较危险，就是从各方面来讲，无论从坡度和这个难度和找路的那个困难程度，以及它的陡，都是比较一般人可能会恐高的，或者是心理不是很强的话，一般都不会爬四级。那么五级就是更险了，一般五级都是比较专业的，往往都需要绳索，就是说你不能光靠手的已经是没有用了，要两个人，一般是两个人以上来联手，来爬，大致的分级就是这样。那你们爬的这座山呢？我们爬的这座山呢，有三级加，就有好几条线路，有三级加，有四级的，我们当时选的，因为从那个爬山的攻略里面，我们研究了一下，有一道我们叫做高岭，翻译应该实际上就是山缝或者石沟，山沟，那这当时这个山沟就像实际上就是被水冲出来，就是很陡很窄，两边都是悬崖，那么一条山沟上去，有那么好几条，那么其中一条就是三级 plus， 就是说应该来说问题不大的，所以我们选了这么一条路线，但是走到那儿的时候呢，就因为路线很难找，我们就上第一条刚开始就已经选错了，虽然我们最后爬的是四级的 ，OK， 爬上去是沿着山脊爬的，最右边的山脊爬上去的。那么实际上真正的故事不是说这还没开始，真正的故事登了顶以后呢，天气变恶劣，然后开始下雨，下冰雹，所以山石也是。湿的全是滑的，所以而且非常冷，所以我们后来就山顶啊照了一张相，就急急忙忙准备下来。下来的过程呢，因为山顶比较尖嘛，他们有几条好几条石缝，实际上都是并到一起。然后你在下一阵的时候，你稍微不注意就下滑到错的山沟去了。那么我们上来的时候从最右边的山脊上来的，实际上在这边还有三条沟。那我们没注意呢，就以为是从其中一条，我们认定的是三级的沟下去了，因为都很像，所以我们一直下，可能下了500尺以上，才意识到，因为我们上来时候没从这条沟，我们从山脊上来是四级的，下去想从三级下去，那么我们已经下了500-600尺了，起码就是海拔。能见度也很低，能见度因为天快黑了。五六百尺能不能讲一下，用这个米来讲，就是200多米吧，我们谈的海拔，我们是高海拔200多米，一般来说越往上爬的越艰难，因为缺氧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我们这说的海拔的净海拔200米的话，你往往我们要爬2个小时，对，起码就是正常的路都要爬2个小时，何况这个天气状况比较恶劣，因为又下雨下冰雹的，那石头也比较湿，我们下到一定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所以意识到我们下错位置了，
因为然后查了下图，我们偏掉了，偏掉以后呢，考虑到再往回爬上去，再重新找路，但是天肯定是要黑掉，所以我们当时意识到，真正要往再爬回去的话，可能要在山顶上过夜，我们带的衣服都不够，所以衣服和食物都不够，所以觉得可能还是要找到比较对的路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两个人我们之间的默契和那个就是这时候才真的体现过来，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就是说我们是横向跨过了两条沟，是完全从悬崖边上，然后两个商量的，就是说每一块石缝，每一块能够抓住手的地方，踩住脚的地方，我们两个都在这旁边商量很久，然后确定这是最佳的可行性，而且也经常爬到一定时候看发觉不行还得回来，那么反反复复最后横穿了两条沟，回到了那个我们本来想要去的那个高里，那条路是我们两个开采出来的。哦、okay, ，应该写你们的名字了，因为我听说是这样的，是吧？爬山是第一次，是不是有一个这个规则？就是第一次谁是第一次爬，就是开拓出来路。这叫做你第一次是吧 ？First try 应该是可以的，啊、对。我读过几篇文章，但是大家都要认可。很多山是这样的，很多山是这样命名的，就根据某个人的谁先发现的，就根据他的名字来命名。那个山峰或那个道是吧？叫什么道是不是？对。我插一句，当时非常险的情况下，我们有一段就是最后那一节，我们根本找不到路了。最后省里发现有一个溪流、溪谷，成个 V 字形的溪谷，那个水一直往下流。省里说，要不然就只能从溪谷。就是水在下面流，我们从这流水的线路下去，因为似乎那个 V 型的口呢，两个手可以抓到一些石缝，所以我们两个人最后是从溪谷下去的，是这样。旁边的石头我们全试过，完全就是不行。我们还看到一个前人留下的一条绳子，一直坠下悬崖的，我们两个谁也不敢，不知道绳子多长时间了，我们谁也不敢碰，所以最后。不是，实际上没有绳子，只有个钢环。哦，钢环，好像是个绳在那，我记得。绳子没拉，就在侧面一个绳子。但是很短，很短，但是我们谁也不敢碰，我们不敢从那儿。不知道那有多紧是吧？万一要松了。对，而且不知道下面到底什么。他们曾经有人到过那儿，然后在那打了一个钉，然后套了一个钢套，也会很短的一个绳子，就是大概吊到悬崖下面去的，但是。我们的状况对那个不是很不敢放心，对，所以我们后来还是从边上斜侧的爬过去，最后我的判断还是对的，就是说我们靠通过两个手顶住这个悬崖边上，虽然那个很湿，但那个石头呢还不是那种就是还比较坚硬的石头，所以基本上能找到一个缝能够拉下去，所以我们实际上是从瀑布上掉下去的徒手，而且我们两人当时的所有的状况就是我们两人心情还一直非常乐观，就是两个人没有任何那种沮丧啊，跟完全都没有，我们还半开玩笑，一直就是半开玩笑这种嘻嘻哈哈，就互相在给自己给另外一方在给一个 hint， 就是一个暗示说没有问题。不完全是这样，就是我们两个在这之前已经一起爬过很多山了，也有一些很就知道这时候该怎么样去。对自己能力确实很自信，而且基本上我们能看得到山顶，就是说我们知道只要过了这一段，那么下一段就没事了，所以我们只要试了第一两步，那么剩下的我觉得没问题了，就是说最艰难的就是说要找到这个地方，那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说很多人吧，我估计是这样的，到这个地方就开始慌了以后就不知所措，那么也很可能做出一些非常愚蠢的事情，那么在这一点呢，我就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就是说跟志勇在一起的这个默契吧，爬了那么多山，互相来说真的是有时候根本不需要说的，就是看了一眼，有时候跟他看一眼，眼神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东西。就是在爬山过程中，就是说你那些体力，就是在这个过程，就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你的所有的体力、心力都非常的 precious， 就非常珍贵，是吧？你没有时间去争论呀，这些都会浪费你们的。那是绝对。就我当时我们想的就是只是想我们两个怎么样联手走出来。就必须得联手，一切都是为了成功。而且根本就没有怀疑过我们会走出来。这种就是说这种想法实际上很奇怪。
这登山者跟一般人可能真的有时候真的不能理解，因为我们后来有带了一帮人在风雪中也爬过，那么在山顶上就几乎是能见度是几乎是零，在这种情况下，而且说话也听不见，那么我们两个是唯一有经验的，所以你也张建林也说过，就说我们两个沟通的时候听不见，但是打了一个手势，大家就明白了。然后就他当时就感觉就说你们怎么这么默契，对不对？我后来我根本没办法解释，真的默契真是有时候就是与生俱来，就说真的上天给，你知道吧？有时候就是我真的我没办法解释，就是这样。就两个人能够一下子就知道对方是怎么回事儿。对，在中国人里面，怂恿是非常难得的，非常难得，非常非常难得。我自己有很深的感受。那就说你也有一次写过一个微信，说你希望他那时候在哪儿，是不是？这个经历是非常非常感动。你先讲吧，先讲。我大概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去了一趟，这边有个叫 Chicago Basin 的地方，芝加哥山谷吧，那里面有四个佛厅，有四个十字千尺山，其中有一座叫做 Urus Mount Urus， 它旁边另外一座叫 North Urus。 我那天夜里是一个人去的，去了以后因为还在冰雪中间嘛，所以就是跌跌撞撞的上了 North Urus， 但上之前有些比较滑稽的事情，我把这个方向搞反了，因为我看到落下去的月亮跟升起的太阳是一个颜色的，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的月亮，非常像太阳，我就以为那边是太阳，我就把整个方向搞了180度反，所以我当时就搞不清楚哪头是山顶，因为前面都是雪山。后来月亮变成了真正的月亮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哦，我错了方向，那么我就爬上去了 North Urus。 上去之后我就忘了那个Mount Urus， Mount Urus 实际上也是像 Needles 这样 Top 10最难的山之一，那么它也有这个状况，就是非常陡，就是叫做那种暴露度非常大 Exposure 到4，所以当时我就坐在那个一个山，就是一个过道上，我当时就忘了那个山，我当时就在想，越看越觉得自己心里面就不知道怎么办，上还是不上。那我这时候想到了 Sony， 我说我现在没有任何人可以商量，但是我想起来在我很多时候跟他在一起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都会跟他商量到底下一步怎么走，然后我们两人反正就会嘻嘻哈哈就度过了。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一个人就实在是没有同伴，我也不知道 Sony 在的话我会问他，你觉得可不可以登这个坡，当时这实际上离顶还有500英尺，所以当时夜里就在想了大概3个小时，折腾我。就3个小时没睡觉？哦，那一直没睡觉，因为我到了夜里2点钟才决定登顶。OK， 我们经常是夜里开始爬，将近30个小时都不睡觉了，还行吧，习惯就好。对，习惯的，哎呀，对，所以。就那次经历非常特殊，所以我记得我一回来就跟他说，我说我在山里什么人都没想，我想到了你，我在想最可靠的一个登山伙伴嘛，登山的伴侣。对，我这个人实际上大部分人觉得我是实际上平常嘻嘻哈哈的，但是比较冷酷的，就是说不大容易动情的。我跟他在一起也是从来没有，就是也是在是深情，不是在在艰苦的状况下也没有说过激动成什么样子，但是那天他发了一个微信，我演的就是了。我们也看，现在我也是一每次想起来我就感觉这种感情是真的非常珍贵的，很难得，是好兄弟。所以这个是我也是这种感觉，就是你们两人这种就是倾诉这种经历的时候，你就感觉就是在你最孤独的时候，那个和你携手共进过的那个感觉哈，你最需要的那个人。还有一个手里的摄影技术特别好，嗯，你该登山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很漂亮的照片。对，待会儿我们都放上来。谢谢。看他眼泪。那个。
对，我是每次想得起来，是，就是真的是挺感动的。嗯、哦，是吧？是的，三立其实是，我们其实平时啊，在这个微信里就有一个十四天之圈，然后三立呢也会把他的照片分享过来，你可以看到，你是一个非常这个怎么讲，我很深情的男人啊、哦。谢谢。我们这些。这些女同胞们都非常的赞赏你，尤其是你对你夫人的这种关怀和这个和她一起度过的这个时间，就是很多的这个咱们的男士们啊，都喜欢自己玩呀什么，但你是基本上很多时候带着你的夫人一起登山，然后呢，那个照片呀，还有那个言语里露出的都是这种关爱和呵护的这种。我是觉得人非常感人，人的嘛，就是说你心里热爱什么，就像热爱你的情人一样，一心一意的。所以包括登山也是这样，喜欢登山，那么我每一座山就像我的情人，所以每次登山再苦再累，就是说我们经常是真是二三十个小时，不闭眼。最长一次二十 ，Mount Blanc， 布兰卡来回18英里。十八啊，徒步18英里，然后加上路上开的车30多个小时，就是不是没有、嗯、没有闭过眼，而且是冬天。而且是冬天，对，我看到过几次那种非常震撼的照片，就是说让我感觉我也想加入，但又觉得好像是力不从心那感觉，那勇气好像还不够到那个水平，但是确实希望有一天能和你们在一起，起码登一次小的。是这样的，今年冬天吧，今年冬天我们准备组队找一个比较平缓的、比较稍微容易一点的。冬天爬雪山是非常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感觉，而且非常怎么说呢，苦可能会很苦，但是你在从中体验到那种快乐吧，有时候是没办法形容的。这个情况你问一下张林燕，对，他的第一次也是，他说他还要去，非常的在我们这些女同胞里非常的自豪。对，那天很巧、嗯、下了大雪、嗯、那天我们也没想到。对啊，说因为山里面就是说天气是变化无常的，所以我们去的时候都是预报是大晴天、嗯、然后感觉应该是没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带了两个新手上去。嗯，哪知道上到一半的时候又是大风又是大雪，能见度几乎是零，所以但是我们也爬到顶，那是也是特，我想对于那两位新手来说肯定是他们一辈子难以忘怀的经历。对，也是一个快乐，对，难以忘怀的一种欢乐的感觉。还有我记得你上次还有一个故事，是你说你很后悔，这个你就说在山上爬山的时候是绝对不可以出错的。爬山当然你经常说我们是勇士，来相称，实际上呢，这话不是很准确，实际上我们每一个登山者，真正的登山者都有特别有畏惧感，对山的崇拜和对这个神，就是说山对我来说就是神，所以不敢触犯，所以你每我们实际上我们真的讲不叫征服一座山，实际上是征服自己，去拜山。所以呢，就是说每次登山是让我们带着恐惧之心上去，敬畏和恐惧之心上去，不敢掉以轻心啊。那么有这么一座山，就是Ellenwood 我爬了三次，前两次都失败，就是半途而退。那么前两次就不提了，就是但是就特别在想，就是每一次回来以后，就想着我们还要回一次。所以就选了这么一天，第三次，又回去，然后我们三个人都是老搭档，我们俩还有另外一个妙西，我们三个人就是合伙再去征服，选了一个天气比较好的那一天，而且之前我后来跟你开玩笑，我选那首歌，对，我听了非常，实际上是唱给上帝的，就是说需要上帝给我鼓舞，给我力量，把我拖起来，拖到山顶上去。所以我去之前呢，就有点就是抱了这个不登顶不下来的那种信心和勇气上去，这一路上呢，
因为出点意外，首先是讲一讲，继续讲。首先是妙西他的腿抽筋了，因为那个路程确实比较艰苦，因为我们基本上在雪地里面走，他腿抽筋了，可能有点支撑不住。那么后来我看了一下时间，我估计如果要等他的话，坡到山脚的话，可能天都快黑了。所以后来我就跟志勇说，我先往前走一走。我走到山脚，因为我们那里有一个就是那个有个高地，就是实际上最后的冲顶的高地之前有个大斜坡，我只想走到那个大斜坡下面就回来了，就不再上去了。所以我就说我先往前走走，然后如果早的话我就往上爬一点，不早的话就下来。志勇就在后面照顾 Scott。结果后来慢慢爬到那个我们叫 C2， 对不对？对，那个也是个高地，就是个大斜坡，坡度很陡。那个斜坡就完全靠冰爪和冰斧，凿出一个洞，一个一个洞这样爬上去，大概有1000多尺，1000尺左右吧，1000尺左右，对，是要很辛苦的一个，1000英尺左右。然后爬了一个我们叫 saddle， 叫马鞍行的最后一段呢，还有一段，但就说我就想，我后来看时间还早，我说我就先爬到那个马鞍那个地方，然后再等等志勇他们，你知道吧？当时风也起来了，风很大，所以那个风是顺着那个山谷往下吹的，所以身上顶着风，然后这个雪刮到脸上，我就一直爬。我爬到那个马鞍嘴的时候呢，休息了一下，然后回头再看，找不见人影。然后实际上的志勇在跟着我后面，不是太远，但是因为听不见也看不见，所以也不知道他跟在后面。所以我在那山腿上我坐了坐，我给Scott 打个电话，山上还有信号，打个电话我问他状况怎么样，他说他已经撤了，然后他说志勇追我来了，但是我后来我也没看到，我想可能很远，我估计因为我跟他们已经讲好了，我说爬到一个山马鞍山我就下去，我就不再爬了。我插一句，当时我跟 Scott 说了一句话，我说你既然这个状况，你可以慢慢跟着我，然后我们在那个坡下等，但是我不能够让他一个人往上走，因为我知道我登过顶那个山，我知道后面那一节最艰苦，非常危险的，而且在雪中间的话会非常危险。我跟斯卡说，我说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一个人登顶，所以我就跟在他后面，我看他这事，我前面爬回来我上去，但是那个风正好往下吹，那个雪往下吹，我叫什么他都听不见，所以当时没办法，但是我就往上，就我也最后我上到马鞍的时候，我看他手里正好往前，两人互相这个，他继续往前，在这前面走，但是我喊什么也没用，因为我手机是 AT&T， 是没信号的，所以非常，我试着给他打了一个，但是马上就断掉了，我知道我跟谁也联系不上，但是我觉得我同时认为呢 ，Scott 会跟着我上来，他会在底下等我，然后我就想，哎呀，我就在这中间站着，看着你，看着他。因为当时已经，那也像一个护这个什么，非常矛盾的东西。对，我们有个爬山，就是我们结伙都是有默契，我们一般的时候是同上同下，绝不分手，你知道吧？我之所以分手，是因为我们三个都是这方面能手，所以不是特别担心，而且单独爬也经常爬的，所以当时就是说有点忽略了这种状况，所以呢，我确实有点不甘心。因为我头两次也是在这马鞍这个地方，最后就不得不回头。那么这一次呢，风虽然大，但是感觉上天气还是不错，所以我想我剩下的那一段我就自己爬上去算了。所以我后来我就爬了。虽然这个最后的爬的过程倒没有特别的，特别是我登顶以后呢，我在打电话的时候发现我手机没电了。手机没电了呢，然后我的备用电池也充不上，我估计也给冻得没电了。这时候我就开始有点，我从来没有这么慌张过，不是为我自己慌张，因为我是想到他们会为我担心，因为他们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我也很想抽我自己，真是有这种想法，就是说，我们最忌讳就是失联，就是与同伴失联吧，在这风暴雪里，生命的有时候找都找不到，真的没办法找，你只能熬到第二天，然后走出去呼救，
然后派人来找，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所以我当我意识到这一点呢，我估计他们两个也是同样的心情，在为我担心，所以我就以很快的速度再往下爬，当然爬到山嘴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所以我们就是完全靠头灯嘛，点头灯。我看到他们脚印，就是他们脚印，虽然风雪很大，但是依稀能够认得出来，所以我就顺着脚印就往回走。这一路上，最后走到林子里，天已经完全是彻底黑了，你知道吧？彻底黑了，然后还有多远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说，因为我没有那个没电，手机也没电，我的地图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在黑林里摸索了很久，但是我后来突然意识到，我另外还有一条线，因为我一般都带了两根线，就是充电线。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的那个其中一根线冻坏了，所以我把另外线拔出来一插，居然还能充上电。所以我后来的半个小时，我充上电以后，我打了电话，因为他打不通，我只给妙西打了电话，我说我下来了，我在松林里，我会不要为我担心，你在那等我。但是这位老兄，他担心，他就急，所以他又回到高里去找我，因为没看到人呢，然后他又不知道我到底下来没有，所以他沿着回路，因为我是从森林，就是松林里穿出来，因为我有一段完全没有路的，所以我从松林里，我们两个也是错过，所以他从原路回来呢，我又跟他错过了，所以我们两个在松林里绕圈，就是说我是想找回去路，他在找我，他在不断在喊，我估计嗓子都喊哑了。我是很依依稀稀听的，因为我耳朵比较好，依稀听到远处有人在叫，我也喊，他是没听见的，但是我知道有人在找我，我知道是有人在找我，风向也不太一样。对，所以，最后快到底的时候，然后突然听到他声音，然后把那个时候是我人生最愉快的时刻，就是说碰到我一个伙伴，突然就是说。特别担心，对，突然一下就碰到，在路上碰到，他就一直在那个路上来来回回，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感觉。我也几次躺在雪地上，因为我已经认为他已经出事了，因为我预计他4点钟下午就应该会出现在回来的那个马鞍地方。我说怎么算，他应该到那了，但是我等到6点，我没有看到人出现，我说今天完蛋了，然后我就躺在地上望着天空，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办。当时非常非常非常，就是我，因为我偶尔下来，我知道我下来再走一点，看到一个下面山谷的时候，我能够有信号，我知道，因为我去过那里，也去过3次，然后我就冲到山谷里，我就跟那个妙西联系上了，我一问他，我说你现在在哪，他说他已经回去了，我当时大概已经是7点钟左右，我说请你不停的打电话，往他手机上打电话，我说他的手机不可能没有电，我说。据我对他的了解，他这个人是非常慎重的，他从来都会随时就会确定他的手机是工作的，因为他是 Verizon， 他肯定有信号。但是妙西说他没人接电话，这个时候更加让我担心了，所以我就不停的在那个雀巢上走来走去，我说怎么办？然后就躺在地上望着星空，我说怎么办？我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办，讲难听点，我连倒车都想好了。我说怎么办？我说怎么向他家人交代？向他太太交代，我当时已经绝望了什么时候，夜里9点多钟，妙西突然发个微信给我，说他还在。我从4点钟就期望他出现在那儿，到9点多钟，5个多小时，我就一直在进行。其实从6点钟开始，那3个多小时一直在那儿，天人交战吧。这也是为什么，就说我非常反对他一个人独干，你知道吧？就通过这个经历就是这样，就说。你能力再强再怎么样还是要有个帮手，关键时候真的两个人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我那次以后我就说我是深刻检讨自己，就是说再也不独干，对吧？不管你多想登上某座山，你觉得不对了就应该下来，这个是每一个登山者必须遵守的准则，就是一定要明白自己能力，一定要明白山的那个凶险，所以这件事我是后来反正是把自己是痛骂了很久，
我觉得不会是在同样的事情发生。对，你在好几次都提到这件事，非常感人。就是说在你们这个两人登山的讲这个经历的时候，我感觉到就是说一个是体力上的跟自己征服，还有一个呢，我感觉就是人和人之间那个就是情感呀，可以说到了一个非常，就是两人非常孤独的在那山里，可能就你们两人，可能没有任何人了，但那时候呢你们两人又是最不孤独的时候，就是互相那种默契，那些东西又是恰恰又是让人感觉这种人的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就互相的这个接近啊、哦，我觉得又像到零点一样来吃饭能够得到的这种信任，这种亲近。对，这正好是我听到你的故事以后，这么说 比兄弟还要亲。再从某种意义上就是说两条命完全是系在一起的。对，就这种、就是这种就这么回事，就是一牵一扯都是在一起的。对，而且能感觉到的，就是在平时我们说的就是我理解你啊，我知道你，我懂你，实际上在你们登山人来讲根本不用讲就已经在那放着，就已经连接在一起了。就是说实际上在一起爬山爬多了吧，实际上有时候我一想看一条路往左走还往右走，实际上有时候不需要想，我就知道他会选哪条路，就是已经默契到这种地步，就是说两个想法很多地方都是一样的，在一起四摸九就是这样。所以登山对登山人来讲可能是那啥没有休息，我说对登山人来讲看似就是很孤独的一条路往上走，但如果有伴儿的话可能那阵子是最不孤独的时候，两人在一起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实际上孤独也是相对的，就是说、我估计他体会会更深，就是虽然是、哪怕是一个人爬，但是我估计就是因为他爬的时候他有一帮朋友，像我这样的朋友能够互相交往交流，实际上爬的过程中他实际上每次爬哪怕他一个人爬的下山第一件事跟我打个电话，谈谈当天的体会，就是说他有这种交流，就是想把他自己的经历跟人交流，往往是跟自己最亲近的人交流。实际上我估计他爬山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为什么他在 Uber 上半山腰上三个小时内他能够想到我，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整个这个经历吧并不是他一个人，我估计他实际上每次爬山他总是想背后实际上有一双起码一双眼睛在关注着他，实际上是很多眼睛，说句实话那个我们群里很多人一直在关注说到底成功没有。对当然两个人爬时那就更没话说了，就说那非常是非常愉快的一个经历。对，非常愉快，非常愉快经历。哎，但是累也有很累的时候，但是再苦再累那个时候已经不值得一提了，真是说实话就真是不值得一提，这种经历在一起人生很难得，这种经历。那我想谢谢你们两人这个故事啊，然后我想在这里问一句话，就是登山的这个运动啊和一般就咱们这些比如说是踢足球打篮球这种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受，就是在和人和人之间还有这个体力方面这种。我个人想法是这样，就是说心理上可能挑战更大，体力嘛就是说你像你可以去练你的力量，也可以去练包括爬马拉松什么之类，这个东西跟你平常运动不太一样，就是说你马拉松跑的一段跑不动你可以坐下来在山里你不能停下来，你再累再苦都不能停下来，因为我特别是我冬天爬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说是连续二三十小时不闭眼，是因为没办法闭眼，因为太冷了，你必须要不断动，要产生体热来维持来抵抗这个寒冷，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夜爬开始，那么不停的就是说基本上就是不停的走，那么再苦再累的时候你都意识到你一旦坐下来你可能就永远坐在那边去了我不知道平常人的这种心理能不能承受，但是我知道他遇到过类似的人，就是说他完全就是崩溃了，崩溃了以后就要放弃，那么实际上呢就实际上你这时候你的人的底蕴实际上还是很多的，你要挖掘，你实际上真正能挖掘能挖掘出来的，但是很多人就是说心理素质不够强烈的时候呢就会放弃，放弃结果你就知道你永远就不存在了，
所以就说登山的这个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说挑战自己，不是说挑战自己体力和什么，当然体力很重要，没有这个基本的体能你根本就想都不要想，但是除了这个体能之外还有很本质的东西，就是说你的内心，你的内心世界一定要坚强。所以我总结的有那么三句话，就是说我每次登山我在山脚下往山顶上看一眼，我爬到半山腰回头往山下看一眼，我登到了顶了我是低头往我心里看一眼，就是说每一个段时间实际上你都在一个你的视觉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太震撼了，让我听的。那谁志勇呢？我觉得他从你把该说的都说了，你说的这时候真是你这三点确实是登山人生的三点，登山确实需要很强的这个毅力，这个人对自己的这个控制是不能崩溃的，这无论必须要有这样的性格，那也另外就是一定是你喜欢你才会有这样的性格，喜欢挑战自己，喜欢大自然，就是喜欢自然嘛，挑战自己，实际上这个挑战也不应该这样，不好去这么说，真的是你这种热衷，你就说他可能比我更厉害，因为就是说他一到周末他如果不去山里他就坐不住的，你知道吗，他就说真的是他是一种热爱，那就有另外一个世界，就是世界，对，完全是世界，对，是吧，就是去到那个世界去玩去了。我前阵子前两周去了一趟那个 Beerstand 所谓最容易的他另外一个山脊，我当时我一个人，其实前面有两个澳大利亚人，他们看到我红头盔了，但我没看他们估计穿都是比较灰色的衣服，但他们一直在关注我，就认为那条路线比较难，他们怕我出事，他们就沿途遇到一些美国人，他们就经过山顶的时候，他们走另外一条线的时候，那时候开始人多了，他们跟那些美国人沿途说一定要关注后面这个红头盔，确定他安全过这条山脊。当时我就在那，我其实不知道前面有人，我就觉得非常空旷，一个人坐那儿，就看着那对面的那些山脊啊，不同的渠道，还看到羊在对面的 Evans 上面的羊，山羊，就非常宁静那种感觉。但我下来，包括那一次，还有去矿嘴那次，我下来第一个给他打电话，我把我的感受说给他听，我说，怎么，这座山超出了我的想象，因为平时我们都认为 Beerstand 矿嘴都非常容易，科拉都最容易的，其实他另外一条路不是那么容易，非常不容易，很有意思，但是我每次都会跟他交流。就每次都发现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的这个。对对对对对对，而且每一座山实际上都有不同的路径。不同的路径。包括自己开辟的路径。就是说你就会有不同的感受。对，你总能找到足够挑战自己的东西。我听了已经是想要跃跃欲试的感觉了。欢迎下次跟我们一起。下次要一定要找一个机会。那今天就这样，咱们谈到更多的这个爬山的爱好者，热爱山的人能够到山里去看看试一试这个山里和志勇所喜欢的世界，好吧，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二位，咱们下次再谈，可能还有更经典的事情可以聊聊。